Thank you.
天仙不乐泉，他是天仙永乐禅师，历代祖师，代代相传。这个根据呢天仙永乐禅师的记载，这一套呢天仙不乐泉，出自于我们达摩大师，以常无不二的思想。在坐禅的时候，达到了动静结合、内外精修、止观并用的这些身心结合的这些功能。那听心不乐泉，它区别于一般的拳法，那区别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个，它不是纯粹的比划一下架势，锻炼一下我们色身，它除了基本的动作，它是用般若心经作为指挥。因为心经里头讲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空性智慧，缘起的核心理论思想。用这样的般若智慧来指导我们，使我们在练这一套拳法的时候，不但身体得到有效的调适。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理，还有呢我们的灵性。中医上和现在的医学也告诉我们，非常明确的讲，我们有很多的病，实际上不是仅仅来源于生理。有85%的病来源于精神。如果你身体上调整了、调试了，可是呢，野火烧不尽，是春风吹又生啊！哎，今天好了，旧的了；哎，明天新的又来了。因为很多病是来源于精神、情绪、情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光光锻炼身体啊，真还不够。那怎么办？那就是精神上还要得到有效的调整，那就是坐禅。那坐禅的话，我们有很多人怎么能够坐禅呢？有时间呢？哎。这个听心不乐泉，就是把禅融进了每一个动作，让你在动中就体会到真正的禅的宗旨。这个时候呢，就是止跟观，一定要用观照般若，令拳的主体。和全客体达到了两者合一。当你达到了这种空性境界的时候，就度一切苦厄。那这个般若拳的，从听一声水心相一半，一直到实地果缘的12道路，就把佛教的真正的含义、真正的宗旨，
融进了每一个动作里头。所以你在练这一套波罗拳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兵在练这个拳、练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把观想跟这个动作合一，这个效果不一样。所以呢，身体的动作和你气脉的走动、呼吸，再加你的心理的沟通，身心灵、身心灵达到统一，三者合一，那这一套拳才是真正的叫般若拳。打拳的人和拳合一了，这就叫无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立一切诸相，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呢，听心永乐禅师的一代一代的祖师的传承，我们带有一种感恩的心来练这套拳，也感恩诸佛菩萨在我们修炼这一套般若法门、般若拳的时候来加持给我们，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智慧，用一种感恩的心来练这一套拳。所以呢，我们天心和禅师把这一套天心般若拳心法和这个动作原原本本的传授了我们吴老师、胡老师、天回天达两位大居士、护法居士。我们观察了很长时间，我们觉得这两位居士那才是真正的护法菩萨，无论是人品还是待人接物，还是对佛法的理解，包括医学、武学，几十年如意路，一直在武术、武武这个方面不断的探索研究，他能承担得起这套般若拳的传承，让更多的信众、让更多的众生通过练这个拳能够真正的获益，提高整个民众的身体素质和精神修养。那这一套般若拳前面两句就是天跟心的组合，所以呢，天意生水，一心相一半，抬头做事对得起苍天，低头对得起良心。从一到十的第一句，一气通天，我们的生命只在呼吸之间。一定记住，这一呼一吸呀，如果你弄好、做好、调好，那就是了生死、开智慧。第二句再告诉你，恶而不恶，那是不恶法门呀，不恶法门。这个不恶法门，人跟自然
精神和生理和心，大权的人和权，全部合一，全部合一。现在、未来、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生理和心理，全部合一。第三，三昧加持，三昧加持就是正定。正定身口意三者合一，三者合一，你的每一个动作跟你的心跟你的呼吸身口意都是统一的，都是合一的，一切语言皆是陀罗尼，都是陀罗尼，都是咒，都是真言，一切的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是手业，都是三昧加持，三昧加持。这样呢，你才能够达到苦集灭道四谛化，那是从初我们的凡夫地一直修到这个时候，真正的修到了苦集灭道实地，那是罗汉，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四果罗汉，四果罗汉了去破尽惑失惑烦恼，这个烦恼一破了，出三界。这个般若权的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转苦为乐，转烦恼为菩提，里面的色身开始转化了，色身开始转化，烦恼一转，色身就转，所以般若智慧权能转身体的色身，还能够转烦恼为菩提。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哇，犹如醍醐灌顶，悟佛灌顶呀，不得了啊，佛光普照，你有这样的境界出现，你会练到这个程度。这个时候呢，你还不能间断，继续修炼，这个时候才会六波罗蜜，那就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那这个要，那就这个回小向大了，你就会发现，哦，我一个人健康不够啊，让我身边的人都健康，我身边的人健康也不够，让社会所有的人，让全国全世界老百姓都健康，那多好啊，你就会发现啊，责任很大，这个要发大愿的，回小向大，你的格局就大了，你的心量就大了，心包太虚是量周杀戒，那这不得了，一定要有这个菩萨心肠，跟喝禅茶一样，喝禅茶也要具备这样的境界。什么境界？佛的化身，菩萨的心肠，有罗汉的自在，僧人的隐忍，隐忍了，凡夫的苦涩，这是禅茶的宗旨啊！苦集灭道，一直到了这个菩萨心肠，佛的化身，你就会发现，我就是佛的化身。我要做佛菩萨的代言人，我要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的一个手和一个眼睛，要发这样的愿，
到时候呢，眼睛呀、啊、都换了菩萨的眼睛了，耳朵也换了菩萨的耳朵，鼻子也看换了菩萨的鼻子了，还有口啊也是换了菩萨的口，口吐莲花，莲香，啊，遍满宇宙。那，哎，修六度波罗蜜，六度啊，从有变到无变，此岸到彼岸，也就是从不净堪到净堪，从烦恼到菩提，此岸到彼岸，这就叫度。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波罗权，波罗权是干嘛？它就是一艘船，这就叫波罗船。通过这个波罗船，让你渡过彼岸，所以它也是一种方便法门。方便法门，修炼的好，它就是一个波罗船。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七处真仙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修炼的是谁呀、啊？心在身外，还是在身内，还是在身根六根，还是和合？哎，找啊找啊，找找心呐、啊。楞严会沙，释迦牟尼佛教阿难尊者找这颗心呐、啊，叫七处真心。这个时候才八功德水，全身的血脉不但骨头在改变，皮肉在改变，心理在改变，连你的整个85%的血液水全部变成八功德水。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九品灵香了。九品灵香我们前讲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眼睛鼻子耳朵全都变成莲花香味，血都变成八功德水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皮肤骨头骨血全部都有莲花香，九品莲香。这个时候你到哪里去，这块土地都变成莲花香。这个时候相随心转，心能转境，这就我们讲的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它会转。我们一般的人呢，心被境转，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心境国土境，心安众生安。你这个时候你看到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人逢喜事精神爽，哎呀，健康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没有看不到不好的东西。所以佛看一切众生皆是佛，所以记住，境界很需要去转。这个时候你就转境了，转境看到一切的山河大地，你就发现全都是佛菩萨高仙九品灵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第二最后你就会进入了十地果园，从菩萨的初地欢喜地一直到等觉妙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彻大悟，原来如此，哪个人不是佛？那就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一套的波罗权就真正的从凡夫地带你到罗汉到菩萨到成佛。所以呢，内外兼修，止观并用，动静结合，
这就是波罗权的真正的宗旨。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通过修炼这个套拳法，能够真正的达到了这个波罗权的境界。最后呢，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怎么样？非常精彩。基本手型，掌五指自然分开，虎口撑圆，手掌呈自然曲度，又名荷叶掌、拳，四指并拢卷握，拇指扣在食指、中指第二骨节上，全面平齐，故称平拳或四平拳。禅定印，右手上左手下重叠，掌心向上，拇指尖相抵。极乐印，左手上右手下重叠，掌心向上，拇指尖相抵。莲花印，掌根相对，拇指接拇指，小指接小指，掌指自然撑开。基本步行，弓步向前上一大步，膝关节弯曲，小腿与地面垂直，后腿挺膝蹬直，拳脚掌着地，上体正对前方，左腿在前为左弓步，右腿在前为右弓步。马步，两脚平行开立，下蹲撑裆坐胯，膝盖不超过脚尖。扑步，两腿左右分开，一腿屈膝蜷蹲，另一腿伸直平扑，两脚拳脚掌着地，左腿伸直为左扑步，右腿伸直为右扑步。四六步，马步站好后，一脚不动，另一脚以脚跟为轴稍外展，身体重量六成在后腿，四成在前腿，视为四六步。松胯圆裆，气沉丹田，提膝独立，一脚支撑，五指抓地，腿直立，另一腿提膝向上，脚尖绷直，收腹挺胸。歇步，两腿交叉蜷蹲，前脚全脚着地，脚尖外展，后脚前脚掌着地，臀部接于后脚跟，左腿在下为左歇步，右腿在下为右歇步，半蹲则为高歇步。
两脚并立，腰直头正，全身放松，双手自然下垂，两眼平视前方，舌抵上颚，食指扒地，提肛，平开左脚半步，与肩等宽，膝盖放松，同时两手轻抬拉开，然后向前合拢，结禅定印，气沉丹田，然后两手侧平举，翻掌向头上合拢，双手合十落于胸前，右手向下转动，两手上下分开，左手上举托天，右手向下落于右胯旁按掌，然后左手体前下落，右手上举，两手交换，竖直拉伸。第二遍动作，右手体前下落，左手上举托天，右手向下按掌于右胯旁，然后左手体前下落，右手回弯向上，两手交错，按劲拔伸，右脚略旁开成马步，左手竖掌，右手按掌，旋腰带臂，左向右转至最大限度，右手打开转成竖掌，左手下按于右胯旁，然后重复刚才的动作，眼随手动，然后身体转正，上左弓步，同时右手下落，与左手一起在腰间向两侧打开，掌心向上拉与肩平，向前合拢，掌心相贴，收左脚成平行步，双手合十提拉再落回胸前。第二遍动作，两手前后打开，左脚略平开下蹲成马步，右手掌心朝自己，左手下按于右胯旁，向左转至最大限度，左手打开转成竖掌，右手下按于左胯旁，然后重复刚才的动作，眼随手动，然后身体转正，上右弓步，同时掌心向上拉与肩平，向前合拢，然后重心后坐，收右脚成平行步，双手合十提拉再落回胸前。
皆上士，导重心至右脚，两手合十于头上，轻抬左脚，横担于右膝上，然后下蹲，两手合十落于胸前，掌伸开步，身体左转，直臂立圆抡转一周，右侧弓步，右手背于身后，左手打开。第二遍动作，两手合十于头上，轻抬右脚，横担于左膝，两手合十落于胸前，身体右转，直臂立圆抡转一周，左侧弓步，左手背于身后，右手打开，眼随手动。接上式，收左脚并立，右手裹臂下落，与左手同时打开至头上，手指交叉，翻掌心向上拔伸，右脚外摆出左脚勾脚尖，双手交叉翻掌下压，然后收左脚并步，两手分开，经体侧上举过头，手指交叉翻掌心向上拔伸，重心留在左脚，出右脚半步，脚跟着地，勾脚尖，同时双手食指交叉，翻掌下压至最大限度，随后两手分开，身体随之直立，收右脚并步，两手上举至头上，向上拉伸，向左侧弯，连续两次后，再向右侧弯，拉伸左肋间肌两次。第二遍动作，左右相反。接上式，身体恢复直立，两手体前交叉下落，打开经体侧上举至头上，手指交叉，翻掌拔伸，然后出右脚勾脚尖，双手食指交叉，翻掌下压至最大限度，身体随之直立，收右脚并步，同时两手上举至头上，手指交叉，翻掌心向上拔伸，出左脚勾脚尖，双手食指交叉，翻掌下压至最大限度，两手拉开，经体侧上举至头上，收左脚
右手扣左手向上拉伸，然后在保持拉伸的状态下向右侧弯拉伸左肋间肌，眼神望远，连续两次后恢复直立，再向左侧弯拉伸右肋间肌两次，恢复直立。接上式，平开左步，两手下落，上举过头，手背相贴，身体左转，两手前后胆开，身体转正，两手高举过头，经腹前下按至胯旁，然后上提翻掌至耳边向上托举，随后做平转掌一周。眼睛改为平视，手背相贴，沿任脉插掌至腹前，两臂前伸，向两侧画弧打开，然后两手背于身后，手背相贴，指尖向上，尽量高提，两脚踮起，用力下震，两手顺势打开。第二遍动作，接上式，两手侧平举过头，手背相贴，身体右转，两手前后胆开，下按至胯旁，然后回收至腰间，上提翻掌至耳边，上举托天，随后抬头注视两手，做平转掌一周，眼睛改为平视，指尖向下，手背相贴，沿任脉插掌至腹前，两臂前伸，向两侧画弧拨分，两手背于身后，尽量高提贴于背脊，收腹挺胸，同时
两脚踮起，用力下震，两手顺势打开。接上式，两手拉开，略开右步，呈右侧弓步，右手展开背后，左手平撒，眼随手动。随后，左手展开，向后背，贴于命门，同时，右手回弯，穿掌，由左向右平撒，眼随手动。掌伸直立，然后下蹲成马步，同时两手缓缓握拳，眼肘内合，拳背相贴，栽拳至小腹，右脚外摆，呈右侧弓步，两拳上举变掌，眼望空中，重心向下，呈左扑步下势，同时反臂穿掌，蹬直右腿，呈左弓步，左手落于腰间，右掌上撩，随之重心前移，蹬右脚提膝，左腿直立，右掌下按于胯旁，左手穿掌上托，右脚落实，微蹲成半马步，同时右手上举过头，找左手合十下落，过程中两手转结禅定印，然后两腿直立，两手向上提拉，过头打开，
掌心斜斜相对，眼望空中。第二遍动作，略开左步呈左侧弓步，左手背后，右手由左向右平撒，眼随手动，随后右手展开向后背贴于命门，同时左手平撒，掌身直立，然后下蹲成马步，同时两手缓缓握拳，眼肘内合护于胸前，两拳背相贴，栽拳至小腹，左脚外摆呈左侧弓步，两拳上举变掌，眼望空中，下蹲呈右扑步，反臂穿掌，蹬直左腿呈右弓步，右手落于腰间，左掌上撩，随之重心前移，蹬左脚提膝，左掌下按，右手上托，落左脚平开，微蹲呈半马步，左手上举过头，找右手合十下落结禅定印，两腿直立，两手向上提拉，过头打开，眼望空中。
接上式，收左脚并步，两掌心向下，用按劲下压至胯旁，掌根下按，向左转头至最大限度时，收下颌，勾头拉伸，然后放松，向右转头至最大限度，勾头拉伸，头转正，随之开左步，两手向前轻抬，再向后拉伸浮于两肾部位，身体后仰，然后身体前俯，脊柱由下到上节节弯曲，两手顺腿的外侧下滑，包脚滑弧，沿腿内侧上抹，身体直立，两手交叉前伸，平摊打开，慢慢高举过头，收右脚并步，双手合十下落。第二遍动作，两掌下落至胯旁，掌根下按，然后向右转头至最大限度，收下颌，勾头拉伸，然后放松，向左转头至最大限度，勾头拉伸，然后放松，头转正，随之开右步，两手向前轻抬，然后向后打开，浮于两肾部位，身体后仰，随后身体前俯，脊柱由下到上节节弯曲，同时两手顺腿外侧下滑，包脚画弧，沿腿内侧上抹，身体直立，两手交叉前伸，掌心向上平摊打开，然后慢慢高举过头，收左脚并步，两手合十下落。
接上势，上左部脚跟着地，两臂由右向左扶掌画弧，眼随手动，落实左脚上右部做同样动作，但左右相反。左脚平开，左掌横滑，右掌平胸挥出，插右步，左手回收，右手平挥，开左步，左掌横滑，右手平挥，收右脚，撤步后坐，两手做驴手，轻提左脚后撤成四六步，两臂再做驴手，收右脚，两手向左上方伸展，平开右步，两手沉掌，左步倒插，两臂抡转一周，开右步，两臂拉平，收左脚并步，两手下落至腿侧。第二遍动作，接上势，上右步向右转体的同时，带动两臂由左向右扶掌画弧，眼随手动，落实右脚上左步做同样动作，但左右相反。右脚平开，右掌横滑，左掌平胸挥出，插左步，右手回收，左手平挥，开右步，右掌横滑，左掌平挥，收左脚，撤步后坐，两手做驴手，轻提右脚后撤成四六步，两臂再做驴手，收左脚，两手伸展，平开左步，两手沉掌，插右步，两臂抡转一周，开左步，两臂拉开，收右脚并步，两手下落至腿侧。
皆上士，两手同时抬至腹前，结下品下生手印，然后转换为下品中生手印，继而结下品上生手印，上左脚盖步，两手平转掌，下蹲成歇步，同时双手合十于胸前，然后两手打开成莲花手印，身体直立，两手托莲上举，随后收左脚平开，两手打开眼望空中，然后两手体侧下落，收至腹前，收右脚并步，结中品下生手印，再转换为中品中生手印，继而两手合于腹前，结中品上生手印，上右步盖步落实，蹲成中歇步，同时两手变掌，由体侧向头上方合拢，做平转掌后合成莲花包状，落于胸前，然后两手成莲花手印，身体直立，两手托莲上举，收右脚平开，两手打开眼望空中，收左脚，两手体侧下落，收至腹前，结上品下生手印，然后转换为上品中生手印，继而两手合于腹前，结上品上生手印，向右前方落实左脚，微蹲成高歇步，同时两手变掌，向头上合拢，做平转掌，结莲花手印，落于胸前，然后身体直立，两手托莲上举，收左脚平开，两手打开眼望空中，
接上势，两手顺势与腹前交叉，沿体前上提过头打开，然后收左脚并步下蹲，双手合十抱膝，眼望前下方，缓缓直立，双手合十上举，平开左步，两手顺势向外打开，体侧下落，与腹前交叉，沿体前上提过头打开，转掌心向下合抱，同时收右脚并步下蹲，双手合十抱膝，然后缓缓直立，双手合十上举，平开右步，两手向外打开，体侧下落，与腹前交叉，沿体前上提过头，掌心向上，眼望空中，然后两手向内合拢，合十下落于胸前，两腿微屈，两手继续下落，结成极乐印，稍定，然后两手翻转抱住丹田，平复气血能量，至安和舒适后，收左脚并步，双手自然下垂于大腿外侧，还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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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